2020新北儿艺节7月25号即将登场，今年不但活动时间延长，还规划了四大厂区，一个线上游戏关卡，除了有全国唯一的乐高大师打造的专属设施，还有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纸风车，如果剧团的接力表演。新北市儿童艺术节7月25号登场，纸风车的巫婆系列为儿艺节揭开序幕。首先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在我们新北市非常重要的环境守护者河滨鸟人家族，他们平常哦会在我们新北市大都会公园呢守护着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陪着他们玩哦。要欢迎我们大朋友小朋友在7月25号一起到我们新北市大都会公园来看我们纸风车的魔法书。今年儿艺节共安排四大厂区，其中新北大都会公园囊括了表演、艺术装置、艺术体验等丰富节目。除了纸风车之外，儿童剧团的妈妈咪哦也要带给小朋友无限的欢乐。哎呀，厉害厉害，非常好非常好！哇，这个 pose 摆不错。然后呢，这里面有主人，有仆人，啊，然后有公主，有王子。然后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总之，在8月2号晚上7点钟，在大都会公园，我们不会只摆 pose。今年主题是怪兽训练场，孩子们可以透过各种节目一起锻炼身心灵。那我们希望除了体力消耗以外，它也能带给我们更多小朋友自信哦，身心灵整个洗涤下来，整个训练下来哦。这个譬如说我们即使这个我们提供有非常多的职场的体验，那甚至是说我们的文化局各个场馆这个倾尽全力啊，各个博物馆也都出来，比如说我们图书馆也有知识方舟，所以小孩子在学习的过程，在游玩的过程中，他还有知识力的提升哦。那我们甚至有古迹修复历史啊，那这样的一个设计也可以让小朋友了解到这古迹怎么样修复哦。所以除了玩以外，还有很多知识的一个灌输哦。大都会公园的31座特色滑梯以及100组的游戏设施将全区开放。对于河堤竟然可以做成滑梯，让表演团体也十分的惊艳。过去都是比较在那个我们市政府广场嘛，啊，这次扩大整个参与的环境，尤其这样子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空间，那你去想到用河堤来做溜滑梯，哎，这真的太有创意了。我相信这个绝对是我们新北市未来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亲子的一个互动的景点。那结合在儿童艺术节里面，当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除了大台北都会公园，今年的府中商圈也特别热闹，不但可以尽情使用3倍券，还可以抽奖这些等相关优惠啊。所以消费这个3倍券在这里也可以用哦。那不要忘了，我们3倍券新北市我们特别有2台特斯拉可以抽奖啊。OK， 所以尽量能够来消费啊，尽量玩。此外，市民广场有乐高大师打造的专属设施，莺歌桃子园区也安排表演节目以及体验活动。四大厂区玩好玩满，再加上线上游戏虚拟厂区，要让小朋友一路欢乐到8月16号。记者方健，新北市采访报道。